觉，抵达一个旧谎言，许愿池只丢下一个心愿，再次遇见不管多远，风唱出遗忘在角落的碎片，穿透了世界，张总，嗯，坐，嗯，最近啊，整个行业都在过冬，你也知道，公司之前开发的项目太多了，所以公司决定暂时停下一部分的开发内容。我们组现在一共有三个项目，足球荣耀已经进入公测了，剩下就是绝对锋线和完美男友。如果公司非要停滞一个的话，我建议不如把完美男友先放一放。钱锋，你听我说，公司已经决定集中火力支持完美男友，等到上线并且盈利之后，再转过头来支持你的绝对锋线。你的绝对锋线战线拉得太长，要投入市场至少一年以后。我能理解公司的安排，不过眼下完美男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怪我没有及时向您汇报，这个项目已经停滞很久了。刘芊芊毕竟也是新人，第一次启动这么大的重要项目，明显是驾驭不了。我担心。是这样，杰峰，你赶紧整理一份完美男友最近的具体进程发给我看一下。好的，我现在就去安排。那绝对锋线先不要停，等公司进一步决定再说，一切听从公司安排。对啊，简峰，芊芊虽然是个新人，但她潜力不错，你多带带她。一定，张总。芊芊，你这么快病就好了？游戏尚未成功，怎能轻易阵亡？哦，对了，刚才张总打电话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什么事儿啊？不知道，不过听声音应该是好事。张总。嗯，芊芊啊，坐。芊芊啊，你上次跟我阐述了你项目的细节，我很看好，我就在公司高层会议上提了，现在公司决定把它作为重点项目去发展。但是我听简鹏说你们的进度有点停滞啊。芊芊啊，张总，我和阿栋会全力以赴早日把项目给完善的。芊芊。老大，既然完美男友被张总提为重点销，那你要加油啊。谢谢老大，如果没有你，我可是连芒果大门都进不了。那完全是你自己凭实力做的，我只不过是招了正确的人进来。不过我看了你们的游戏试运行，其他部分运行的都挺不错的，只是为什么游戏的角色都加载不出来呢？我们现在还在测试阶段，有些功能确实不太稳定，我和阿栋正在想办法改进。出现这问题多久了？也就最近几天吧。嗯，应该很快就能搞定。嗯，那有问题我们及时沟通。好的，老大，那我先去忙了。嗯。
我特意给你点的，新口味。谢谢啊。刘芊芊，门口有人找，是个大帅哥。帅哥？糟了，不会是？我特意给你煮了山药青菜粥，我怕你病刚好吃不了。我爱吃咖喱，我不爱喝粥。你赶紧回去吧。这家伙长这么眼熟，到底像谁呢？哎，等等，我又想喝了，你把粥留下吧。快吃着吃吧，我一共做了五遍，这个是其中火候和味道最好的一锅。现在有了照片，再脸盲我也不怕对不上号了。知道了，赶紧走。一定要吃完啊，等你回来。啰嗦，去吧。拜拜，早点回来啊。难道游戏里的南宫竟然是芊芊按照她现实生活里的男友形象来设计的？你好。你好。我是来面试的。面试？嗯。你要的咖啡。不错呀，明天就来上班。恋爱中的小女人，能不能不要把粥喝得跟燕窝一样啊？你这样会伤害到我们这些单身人士的。谁恋爱？别瞎说。你的双眼已经暴露了一切。你这周不是要拍代言的写真吗？准备的怎么样了？那你看，我这脸上红疹都还没消呢，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不你扮演《本草仙语》里的草药娘，形象比较多。大枣药娘的妆严重，而且正好是红色系，应该能盖住。哎，这么一想倒也可以考虑哈。行吧，那就算你将功抵过了。我有什么过啊？喂，我变成这样还不都是你那小龙虾害的？某人自己嘴馋，怪谁喽？刘芊芊，你甩锅，那我也要吃。啊，还给我，我要尝一尝。哎，去，小气。好吧，好吧。天哪！没事吧你？喂，怎么又是你啊，丑八怪？
我这原来是你啊，你才丑八怪，你全家都是丑八怪。你干嘛今天扮蒙奇奇啊？你蒙奇奇？对啊，一脸麻子。你嘲笑我？你居然嘲笑我！哎，你怎么打人呢你？哎，你为什么要嘲笑？哎，我你。是不是有人跟踪你？谢谢啊。哎，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他出现为止。那万一他要是一直不出现呢？那就一直等，对你有危险的人我绝对不能放过。哎，南宫，你看，是你啊！你认识他？他上次给我送过外卖，说是你叫的。外卖？哼！小八？小八？小八，你怎么突然变成人形了？我也不知道。我就想着变成漂亮女生多好，一下子就能变了。我记得游戏里是有这个设置，小八是可以变成三次元的人形，想不到他在三次元里真的可以变身。我来到人类世界这么久了，你们一直把我关在家里面，闷都闷死了。同样是游戏世界来的，凭什么你就能大大摆的出去，我就只能在家里闷着。你这样到处乱跑会有危险的。别跟我说什么危险，我之前消失了整整8个小时，你都没有找过我。还不如变成人样，目标还大一些。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啊？我那是因为担心你病刚好会不会晕过去。行啊，我看你们两个也饿了，要不然我带你们出去，请你们吃甜甜圈。哎，不去。要不我带你们去我打工的那家吧，我请客。好啊好啊，去。去吗？想不到你还找工作了。当然，我可不想吃软饭。店长请咱们吃大餐了。
看样子你新环境适应的不错嘛。拉花拉的还挺像回事，你的学习能力这回有用了。除此之外，我可是花了心思练习的，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哇，刚刚的甜甜圈太好吃了。哎，倩倩，你们都在玩什么？数独游戏啊？对了，芒果 TV 牛奶盒子上面出了款新剧，我们要不要一起看看？我今晚是没有时间陪你玩了，我要复习功课。我要是补考再不过，我的学位证就泡汤了。南宫，那我陪你玩好不好？我说芊芊，你是不是把心思都放代码上面了，都没好好听课？喂，要不是因为我的编程，哪来的你啊？我只是对这些文绉绉软绵绵的东西没有兴趣而已。这样，你把要考的东西全背下来，我教你一个从没见识过的编程方式。你也会编程？哼，我的人设可是超级学霸呀。一言为定。直到遇见你，忘记。